野仙蹤》呢首曲咧就唔算長啦，係只係得三頁兩頁多少少啦。咁一開始咧，第一段就有五句，第二段就有三句。我第一句主力咧就係喺個琶子啦、小撮嘅，同埋有一個咧就沙爾分音符，可以當係花子咁樣彈啦。咁啊，第一句先，第一句有一行。又加多兩個小字啊，高音啊咪。非常之慢嘅，可以數咧一拍檔數四個啦。咪咪咪瑞咪咪拉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要數夠嘅，再嚟一次。不過佢呢個慢咧，你就可以 re 到啦。咁當然係，當你彈個哆嘅時候咧，呢個花字後邊唔係入邊個琶子咧，就已經要出緊啦。拉到咪啦啦，呢個 re 到 re 到啦，已經出緊啦。re 到 re 到，係出緊 re 到，所以呢個要非常之快嘅。好，再睇呢度啊。re 到啦，其實個旋律係 re 到啦，呢度個旋律係 re 到啦，好加多呢、這個，而家彈就re 到啦咯喎，咁我而家彈 re 到哆咪啦，好跟住再加埋 re 到 re 到啦。而家做連拍，我加多個呢個左手個棒子落去咯喎。好，跟住後邊呢個簡單啦，後邊小撮啦，俾啲震音。好，佢個旋律係上面嗰個啊 ，so mi re mi do re mi so。咁嘅旋律啦，咁我哋唔可以要個食，咁咪就會個節奏咧就會改咗啦，改咗喺個食指嗰度變成啊 re do la so la do re， 好個旋律咧就係 so mi re do re mi so 呢個旋律嚟噶嘛，咁我哋加小撮嘅時候咧，注力喺個手指公度啦。这个第一句完咗啦，好，而家系跟住就第二句咯。第二句咧，佢都会有左手啦，弹嘅。
咁啊再放大啲咯喎。第一個小節先啦。咁你可以咪，你都可以咁啊彈，或者先前擺好曬，可以擺定佢啲手指啊咁樣彈。呢個咪咧就要對住個 re 嚇，咪。这个可以个一半拍咧，都可以俾啲震音落去嘅。咁再嚟试下接落去咯。如果你呢度摆，亦都可以，呢度亦都可以啊。後面呢除了這兩個搖子之外，後面已經沒有搖子了。這個 Re Sol La Do Re， 它不是一個八度的，不是 Re Sol La Re， 不是這個 Re， 而是 Re Sol La Do Re。 你都可以這個它的譜式，你都可以跟個譜，它單一個用指肉，它這個意思就是尾指或者用指肉啦。跟住咧就擺曬四隻，你都可以咁跟呢個指法，或者係 re sol la do， 呢個 re 托單再單托托一個 re 啊，咁啊試下呢度咯，搖首先搖個 re 先啦。哦，點解個 mi re 係要後邊嗰度彈嘅喎？呢個 re 咧其實就對住喺呢一個附點嘅。這個 Ray 一個 Ray 有四個，就對了這裡四個了。這個 Ray 呢一個排位問題啊，所以就去了這裡的。然後這個 Mi Ray 在後面這裡先彈過 Mi Ray 喔，我支筆給我，這個再試一次啊，這個 Ray Sol La Do Ray AndRay 咧仲要佔多兩份嘅，個 Mi Ray 咧就係、是排第三同埋排第四嘅，跟住後邊嗰度啦，到啊同前面頭先嗰度講解呢度講解過啦，喺前面上面呢度一樣啦，呢、這個 Ray 到呢度 Ray 到啦。Ray Do La， 或者是 Ray Do La， 一樣可以的，你可以連托或者是托末或者是末托也可以的，隨你選擇你覺得它哪一個彈出來方便，感覺舒服又流暢就已經可以的了。那我們現在Do，知道這個Do就對這裡兩份啦，Do對個Do Sol啦，咁呢個哆咧就對個 re 啦，個 mi 啊自己彈啦。咁啊已經係後邊一行啦，呢個啦啦，啦哆咪嗦啦，或者係咁啊啦，尾字先，啦哆咪嗦啦，亦可以噶，啦哆咪嗦啦，呢度可以啊。這個啦咧，仲要佔多一份先至彈個嗦咪噶。呢個啦其實對住咗喺個附點嗰度啊，一、一、二、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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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邊呢度啊 ，re 呢度，亦都係用勾末托，咁佢個譜度咧就係末托尾字先嚟個尾字，然之後末。托兩邊都係，咁亦都可以轉做呢個啦。如果你冇大指甲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咪嗦，好呢度啦。呢個啦係自己獨立㗎，呢個啦，呢個啦係對喺第二拍。好，呢四個咧對第三拍，然之後呢一個啦係對後邊嗰一拍嘅，咁啊就喺度啦啦。啦哆咪嗦啦，好，除你嗰啲指法，你都可以咁樣，亦都可以噶。咁開始，一二三四，一二
三四哆哆咪嗦，一二三四。咁好啦，三四之後，你呢度咧整個，我就編咗去第三句啦。咁我而家彈一彈第三句先啊。講呢、這個，我哋要排第三嗰度喎。第三句啊，呢、這個拉掃，我哋睇到係拉掃啊。拉掃之後咧就會搖字啦，一樣啊。這個掃啊，自己彈啦，拉掃，俾啲震音，可以俾震音啊。這個都半拍嘅著手可以快速走過嚟就會俾震音啦。我試下再喺呢一個位置啊。是可以夠時間的，好，在這個位置了，這個哆嗦哆，哆哆，最後給陣音，好，第四句了，現在彈第四句，第四句也有點長，它還沒，後面有一點的，拉，嗦，而家彈第四句啊，嗦咪，後邊啦，咁啊後邊就第五句啦，咁我而家淨係喺呢一度啊，或者你可以睇睇後邊呢度。已經是第五句，只是搖的拉搖多半拍的啫。好，第四句是掃咪，掃咪之後就跳下來這裡啊，這個掃咪，掃咪，咁掃咪的時候呢已經不是對個拉嚟，拉是對了這個附點啦。我們只是掃咪是自己彈的，咁我記住個掃咪了喎，掃咪。佢呢度咧，佢就用睇個指法啦。指法咧可以自己去調整佢啦。呢、這個 re re do re mi， 所以都可以跟佢撥托啊，或者用托 re do re 呢個 do re 可以用托，跟住 mi 跟翻佢呢個 mi， 即係話將呢個 re 咧改做托字，亦都係跟曬佢嘅。咁我而家試下跟呢個改做個托字咯喎 ，re do re mi so， 啊 ，do do re mi so mi re do， 係咁樣跟啦。好，我哋而家再嚟試多次，加個左手落去咯喎。嗱，你見我都有。加在這些半拍的地方，雖然沒有寫到的震音，但都可以加下去的。好，後面這裡有一點是因為它是一個上行，拉嗦拉，那你要一路的漸強，彈得多就會知道，這個對左手拉，好，你見我這個指法呢，可以改成抹勾抹托，這個嗦呢改成勾字，抹勾抹托，當然啦，就跟佢啦。亦都可以跟曬佢抹托四組嚇，咁我哋睇下兩種唔同嘅指法咯喎，對住個左手啊。好，另外一個指法就跟佢呢度啦，拉面啦。拉掃呢手圍咧要收翻弱少少，呢度一路漸強，慢慢收翻呢、這個，唔係慢翻啊，係要收弱翻少少。拉掃，二掃，拉二三四，一二，然之後接落去後邊啦，呢度第四個已經完咗啦。好，拉掃啊，呢度拉掃拉，好，而家彈第五句，彈一彈第五句先。
另外一段嚟啦，咁我而家睇第五句啦，拉嗦拉嗦，再又可以俾震音啦，拉嗦好对住个左手咯，呢度好简单，或者系拉，随你嘅指法可以跟住佢抹托，嗦咪嗦震音。後面這裡有 流水了，流水呢我這裡給了了，是食指抹下來的，兩邊都是的，嗦這個嗦啦，嗦啦當，它其實這個就不是對著個啦的，它這個有個休止符啦，這個休止符是一拍的，後面沒有線了，一拍其實一拍是 對著這個一拍，咁呢個流水喺第二拍，即係話對呢一個嘅，對呢個第二拍嘅組合，呢個休止符第三拍，呢一個流水排喺第四拍嘅。咁我而家啦，嗦嗦啦，好流水咯喎，一二三四，可以咁樣嘅，亦都可以咧，陣間四收嘅時候咧就轉落去個搖子嗰度，咁咧你嘅流水咧。可以直頭出搖子就可以收個刀，如果想出搖子就唔係收呢個流水咧，你嘅流水咧就要盡量多啲呢個刀啦。就你睇下刀啦，咁個刀啦係過流水過嚟呢度咧。如果你過嚟呢度咧，先至落個流水先刀啦，咁你就搖子咧就一時候咧已經係完曬㗎啦。咁我再睇一次呢個刀，刀。位置啦，嗦嗦啦，一二三四，咁啊，記得呢啲流水上咧就啱啱好搭住咗，咁就冇聽唔到個聲音，即係流水啱啱去到呢度，咁就冇咗聲音啦。咁你要盡量要避咗佢，你一係就快啲，一係就拖慢少少。這個拉你數住佢一二三四啦，後面就再加多兩份一二三四嘅，咁啊前面個拉係搖四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流水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當數一二嘅時候咧，可以俾震音俾佢，咁佢就會好聽啲。前面咧就係個流水。呢度一拍流足一拍個流水啦，收咗之後咧就流水就走過嚟俾震音啦，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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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已經去到呢度啦，啦啦咪嗦啦，好呢度前面咧其實已經係先前嘅講過，仲係咪嗦，收弱呢個拉數收弱，呢度咧又要漸強嘅，同埋個指法咧頭先講嘅呢個可以抹勾抹托，或者隨你中意噶啦。抹托抹托或者抹勾抹托都可以的，好跟住呢度個拉啦，拉嗰度啲已經係完結啦。呢、這個一二三四，一二收，一二三四收慢少少，然之後好啦，去到
B 嗰段啦，而家去 B 嗰段啦，同前面嗰度咧係其實係一樣嘅，只係咧佢升高咗個喺呢度啊，睇下，其實係完全同前面嗰度係一樣，差唔多重複咁滯噶啦。好，佢只係喺一個第四拍開始，咁啊一路彈一路講啦，其實都好似咧，應該彈先嚟嘅。咪拿到咪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倒數到啊，啊邊個彈？我再彈多次呢度啊，由頭呢度啊，由呢度。陣間呢度咧就唔係搖指嘅，佢冇搖指啊。問邊？之前都講咗啦，喂，到嗱呢度亦都可以咧，喂，到可以用末托或者係托末呢個位置，或者係連托亦可以嘅，即係呢一個兩個音。轉曬好多個指法，第一個指法連托，呢度一，第一個指法托末跟呢個書，跟住末托，咁再配埋前面啦，喂到末托啦，跟住托末咯喎，好，跟住連托，啊佢用末末啊，唔好用末末，你可以用，可以呢個改做。末就唔係太好啦，用末誒托呢個都用托指，喂到連托咯，好連，希望大家都能夠幾種指法都可以隨意咁就轉到啲指法啦，唔同嘅指法，但係個效果都要一樣嘅，唔可以我諗當然啦，如果係真係彈唔到嘅時候咧，我原來我喂到。就轉這個呢個太彈唔到嘅，咁啊當然會有，梗係有原因先至會轉唔到啦。我頭先我咁樣跳嗰隻手遲曬係嘛？又唔好遞高隻手，一定要好貼。我甚至乎咧呢度嘅尾字咧已經係擺住喺度咧，跟住好托末咯喎，呢個係末托。即是我用这个托字托的是这个 很流暢，前面加个只是加个末字，好跟着连托，这个连托就好像花字那样，或者很多不同的弹法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多不同的指法随时转都会掌握得到啦，那我们现在试这里啊，喂，俾啲聲音到，啊咪，呢個轉到咪啊，咪拿到咪啊。哦，呢度有少少唔同噶，佢係咪拿到咪啦。一拍，然之後轉到拿到刀，咁啊先會完第二句嘅。再睇一次呢一度嚇，我用呢個咪啊，去對個咪噶。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咁先至圍完咗。好，完咗第二句啦，跟住第三句，第三句咧只係得三句，後邊仲有少少嘅啫。咁呢度咧就基本上咧就冇去到搖指咧，就最拉尾結束嘅時候先至會有搖指嘅。前面嗰度咧係冇搖指，係全部都係彈嘅喎。咁啊，開始就係低音啦。我哋喺呢度慢慢對落去啊。好，後邊
嘅哦，再講呢度先啦，再嚟多次先嚟啊，慢啲就對啦。俾陣音。好，我有時咧呢度你見到呢個咧。咪味，我哋未必定用個末字嘅，我會可能會咪味道，或者可能用托托托三個都好托，或者咪味都係托末托，再嚟呢度咧都係用托字，即係話我個哆咧用托字哆咪咪，跟住最後一頁啦，完結啦。瑞道好，呢、這個已經先前幾次都試過呢個啦。瑞道，一二三四，蘇咪瑞。後面咧，陣間再講點樣啲手指可以嘅，有應該可能有兩種指法嘅。咁我而家再講多次，由呢度開始啊。喂，俾陣音啊，到啊，試咗啦，因為之前都試過幾次啦。喂，到練得，跟住我要跟翻佢呢個用托末啊。喂，到。一二三，一二三四，这个拉你数一二先弹个三四弹苏咪啊呢度，这个拉一个拉冇附点啊，附点咧系对住呢个拉嘅，数一二嘅时候呢度三四，这个一个拉咧对住呢四个，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跟住三四咯，三四一二三四一，好对住呢度啦。呢度开始讲呢个有颜色嘅呢度吓，油咗红色可以单独一个嗱，跟住哆，三组三组见面都系哆咪啦，大家都系哆咪啦，哆咪啦。跟住又係哆咪啦，最後高音個啦，可以分三組，單咗呢個獨立咗佢出嚟，跟住就揾到呢三條弦，然之後揾呢三條呢三組，即係咁樣為一組啦，一組一組咁樣揾嘅。咁啊，另外一個方法啦，可以睇下啦啦哆咪啦哆咪。拿到咪，最後一個是個拉嚟嘅。哦，呢度冇寫到啊，頭先幾多組應該係咁樣，亦都得嘅。即係話可以，我呢度就間咗啦。咁我有另一個方法咧，冇寫到出嚟咧，就係、是、呢三個拿到，首先係拿到咪先，拿到咪一組，跟住另外一組咧就係、是、又係拿到咪。即是勾末托咯，嚟到呢个拿到咪啦，仲喺呢度拿到咪，最后一个托。咁当然有个佢哋成日慢起渐快，再渐慢啦。咁系拿或者你用跟翻佢呢个拿，一样可以噶。咁啊，呢個搖佬啊，搖呢個啦啦，咁啊收曬佢就已經係完結噶啦。哦，咁啊呢首歌最困難嘅地方就係呢一個位置啦。呢度有幾種指法啦，咁可以大家練多少少啦。呢個 Re 度咧又唔好當佢係一個旋律。佢個旋律就係 re do la， 只係顧住 re do la， re do la 啫啦。呢個係當佢係一個花子或者裝飾音，當一個裝飾音。
咁佢呢個彈嘅咪 re do la 咯，慢慢彈啦，幾個指法啦，咁希望大家能夠幾個唔同嘅指法都盡量試曬佢啦。咁跟住另外一個係個難點咧，就係第一開始嘅時候啦，個拍子啦。記得俾個震音喺呢邊，佢就會好聽。因為個震佢咁慢咧，如果你冇震音，咁就比較寡力少少啦，即係個好單調嘅音啦。咁冇做震音，係咪比較單調少少？但係如果我哋俾震音落去就豐富多好多啦，即係個感覺就會多好多啦。跟住就再留意就係個小撮啦，頭先講咗啦，旋律就喺上面，記住上面嗰個咧就係個手指弓，下邊嗰度咧佢個排位咧就規定咗噶啦，係中間有一條弦咧係間住咗，有一條弦間住咗係唔需要彈嘅，即係中間有一條弦隔開咗，咁全部個pattern 都是这样的了，咁呢個非常之容易記嘅，咁只要我哋記得個旋律喺個手指弓度，冇將個旋律，大家彈嘅力弦個位置全部啱曬，但係個旋律唔同咗，原因就係因為個力度唔同咗，就會改變咗個旋律啦。如果個力度我哋食指長啊，通常一擺落嚟，變成聽到 re do 唔係。應該要聽到盡量聽到蘇面兩隻手指的發力是一樣，只是我們的食指長呢，個力度呢重了，就會在個食指度呢，個旋律就會變成走了落去下面了，就不在上面，聽不到上面那行了，就變成 Re do la 了，應該是聽到蘇面 Re 才對的。好，那這首曲就介紹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學習愉快啊，拜拜。